国际网坛又有球星确诊，西班牙蛮牛纳达尔透过个人社群媒体宣布确诊，目前正在家里隔离当中。此外，像是美国职篮 NBA 近期也有不少球员因为触发了安全协议被迫隔离，20号宣布将5场比赛延期。国际网坛再传球星确诊，西班牙蛮牛 Rafael Nadal 透过个人社群媒体宣布确诊，并且已经将确诊的结果告诉最近接触过他的亲友。Nadal 上周参加阿布达比表演赛，他表示自己在科威特和阿布达比时2天就会做一次筛检，当时都呈现阴性，但周五最后一次筛检出现阳性反应，目前他已经在家中进行隔离。对于是否参加明年1月的澳洲网球公开赛， Nadal 说会依身体状况来安排。也是出现确诊者，还有美国职篮 NBA， 由于新变种病毒 Omicron 来袭，触发健康安全协议的球员不断增加。19号有来自20队75人因此不能上场，联盟20号决定将5场比赛延期，也让本季延赛的场数来到7场。其中洛杉矶湖人队有不少球员进入健康安全协议，甚至还包括总教练，也让球员上场必须自立自强。You know, obviously we doing things on the fly,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play.With the lines we have and the people we have available, new guys stepping in that hasn't been here, so we got to do what we can. And that's it. Just go out and play hard and then let the rest take care of itself.同样因为爆出疫情而没办法比赛，还有英超的热刺，由于全队有8名球员、5名工作人员确诊，导致欧霸杯小组赛最后一场没办法进行。欧足总20号宣布判热刺0-3输球，热刺也因此在小组赛遭到淘汰。英国最近疫情恶化，英超联赛有多支球队出现队职员确诊，上周末的10场比赛只有4场如期举行。不过英超20队代表在开会后决定不会暂停赛季。公视新闻郑伟仁编译。